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将24号来开幕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转定到成功大厦，了解到赛事场所的这个防疫措施。苏贞昌表示讲，全台湾各几天特别来举行，受限制疫情变化，要小心谨慎做应对。人数和各方面的状况，这是用科技来防疫，做到保护选手，保护整个运动赛事。我特别感谢。伊一定表示讲，台湾的全体同胞作为拍拼之下，防疫做出着好成绩。但外来一旦讲是相当平安，而台湾最近这几波的状况，都爱互相加油，爱互相小心，嘛爱遵照中央的这要求做好着防疫 SOP。指挥中心所要求的防疫 SOP， 大家一定要到位。同时，也拜托第一线的医疗院所。有任何状况，尽早通报，并且要跟国人同胞报告。所有的防疫物资，包括口罩、酒精、消毒的物资，以及卫生纸等等，政府经过一年多来非常好的准备。对着成功大厦主办的专大会，苏贞昌是相当的肯定成大团队的用心，不但是将这防疫来升级，同时用着科技来做防疫，对着所有选手、教练、甲当然，咱做着上好的保护。当天新闻，咱以下带来采访报道。